下车。好吃。红岛内部。收到我的相机，相机。今天的行程就是拍照，我租了一个摄影棚，我们去看看啊。租了一间摄影棚，还有这个场景，还有。这个帅哦帅哦，还有这里很棒。这镜子超犯规，看起来腿超长，其他是斜的。
拍完后的现场，安妞，相机。